欢迎游戏玩家兄弟 ，Hello， 大家好，我是 Rock， 今天我们又来玩 Cats 了啊！大家看到我现在是16段位了，是吧？可能有些观众说，你上次15段位不是没打过吗？怎么现在16段位了？因为我在这个昨天进行了一次直升，但是并没有录，为什么呢？啊，因为我昨天开了900公里的车，我现在是在山东的威海啊。大家看到今天录视频的光照条件也不一样了，是不是？可能显得脸上特别的亮，因为我对面就是一个窗户，然后窗户外面就是大海，是不是？所以这个整个的光线特别的亮。但是我这次准备比较充分的就是这个背景板带来了，是不是？大家看到背景还是抠掉了啊，我的背景板带来了，只是脸上的光线可能有点奇怪，是不是？那么因为昨天实在没时间录，所以我在路上进行了，在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当然不是一边开车一边打的了啊，在服务区休息的时候进行了一次直升。我们上次就说到这个金字塔特别适合于用这个大轮距，结果我半道就开到了一个黄金的大轮距，给它用上以后果然顺利直升了啊。那么今天我们来挑战16段位锦标赛的时候呢，实力又有大幅提升，给大家看一下，那就是两个黄金大轮距，而且都是两星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血量是17000，然后攻击力是4000啊。我觉得用这一套来打16段位锦标赛应该也是砍瓜切菜，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砍一下瓜切一下菜啊，来开始砍。哎，一上来是一个5600攻击力的。Oh no， 这砍瓜切菜好像没那么容易啊。哎，还是赢了，我们这个抡距抡到了，他抡不到，是不是？这个呢，哇，18500，我是不是刚才说大话了？哇，我刚才说大话了。Oh no， 居然第二个就没打过，但是刚才只差一点点。好，第三个打过了，这不能乱说大话。11000，哇，还好给顶起来了，还好我们第一时间给顶起来了。他前面那个大电锯黄金的还是很吓人的啊。好的，我们的这个推进器抵消掉了一个反弹器啊。来，这个激光，哎，这个激光没机会发。好的，这么看的话，只要刚才那个加一点攻击力，还是很有希望的啊，非常的有希望。来这个，哦，这个应该也没有问题啊。好，抡倒，耶！然后下一个，哦，这个11400，好的，这是八胜了是吧？现在只有一个没打过的，4500，大家都是大轮距，我血量比他多多了是吧？为什么我血现在比他少这么多？啊，刚才他翻过去的时候打我打的多，我打的少。好吧，那个也是加攻击力，哇，这个赢了，这个居然赢了，哎，这个9100，这个差这么多，我刚才是不是说大话了？我刚才差那么多的那个，这个赢了，最后一战，我还以为砍瓜切菜呢。好吧，哎呀，这样一来的话，我不得不拿出我的大招了啊！刚才我还本来想隐藏一下实力，给大家卖个关子的啊，这下不能卖关子了，我得拿出我的大招了，那就是这个啊！错了，不是这个啊，是这个。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是什么？一个黄金两星的滑头。大家知道我们加100%血量最多的轮子就是滑头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滑头加100%，然后这个滑头加110%，所以用上去之后，这个滑头这个血量就28000了，是不是？然后它是三攻击孔位的，虽然没有辅助孔位，但是这下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攻击力尽量提升啊。美中不足就是它只有13点这个飞啊能量，所以我们还得给它加个电力包。我来给它加个电力包啊，要不然的话，可能我们的轮距撞不上。给它加一个这个最便宜的电力包，才20000块钱，是不是？15费，然后我们把这两个轮距拿过来啊。哎，谁高一点，谁高一点谁放前面，其实无所谓，因为这个还得照顾到打后面，是不是？所以啊，前后都均匀的。哎，6费够啊，来上啊，装上了。哇，这俩锯子离得太近了，是不是？好，现在我们是5200的攻击力啊，因为多了一个火箭了。这下的话，28000的血量，我觉得打他们应该是没问题了啊。刚才咱说了大话，这次不说大话了啊，砍瓜切菜开始。来，砍瓜切菜开始。我这次没有那个推进器，好像也有点影响啊。但是这个还是拿下了，28000对他们来说，应该大家是比较绝望的，是不是？尤其这种，咱还有双管火箭，还可以多抹点血。不过这个双管火箭不是主力攻击啊，也只能是抹点血了啊。然后这个呢，哎，这个好像是没问题了呀，9000多攻击我们都不怕了。好，这个我这个还是有点问题的。还是有问题啊！刚才那个我抡锯没怎么抡着它，我这个完全没问题，后面的应该都行了吧？后面的应该都行了，我们还是打一遍看看吧啊！来，好，这应该都行了。第八站，哦，不对，这个有问题哦，
哇，还好这个也给他顶起来了。大家看到这个大电锯是多么的没用，是不是？哇，这个我还好有火箭。对，我现在没有那个推进器之后不能抵消掉那个反弹器了，这是一个问题啊。好，这个拿下这个，我这个双关火箭再能强一点就更好了啊。完了，又不能抵消这个反弹器，还好啊，又一个反弹器。哎，不过他也是轮距，这反弹没什么意义啊。OK， 最后一站18,470，好的，轮距，轮他，耶，赢了。那这样的话还有几个？还有一个没打过的，还有一个吗？这个是吧？7000多，我们看看现在还差点什么啊？还差点什么？问题就是他把我们先翻了之后，然后趁机把我们给打败了，所以我们加攻击力应该是没问题的，加攻击力应该就没问题了啊！这次直升我们是要定了，来吧，哎，2148，1789。轮距，我的攻击力包呢？攻击力包有黄金星的攻击力包，806。好，可以来一个。然后这个只有异星，可能分分秒被替代掉，所以这个我们先不加了啊，这个先不加了。那么另外一个轮距呢？另外一个轮距也来一个？也来一个吧。最近这个组合可能会用的比较多，我还有没有更强的？我没有更强的了。好，所以啊，我们这个也再来一个吧，不要小气嘛，是不是？来，我的攻击力包，来，再上一个，才20000多块钱。好的，这下攻击力6800了。好了，大家，我要走了，拜拜了，再见了，跟大家说再见了，拜拜。这完全没问题了，我加了2个攻击力包，好，这轻松虐了，可能下一段位都有机会了，这下啊，28000血量。这个6800攻击力，这下一段位我觉得也有希望啊！我们把这个段位打完，先直升。哎呀，我这自己看自己脸上确实有点太亮了，是不是？而且这个光线条件完全没有在家里那个柔光灯下那么自然，感觉后面还有个大影子，后面好像还有影子，是不是？后面还有影子。本来我想用我那个摄像头的，大家看到这个摄像头，现在我是用我笔记本电脑这个自带的摄像头，所以效果没有那个专用的那个摄像头效果好。我专用那个摄像头不知道为什么跟这个笔记本电脑配合不好，本来可以给大家转过去然后看一下外面的海景的啊，回头我录一点这个海景外景的视频啊，我们单独做视频给大家看啊。其实这个摄像头转过来后面就能看见大海了，还是非常的漂亮的啊。然后还有帆船，还有人开快艇，海量的人在海滨浴场玩，是不是？还没打完呢，我这说了半天了还没打完呢，妈呀，赶紧打呀，我要直升了。我这海滩介绍都介绍完一遍了，好了，海滩我们回头再说啊，先来开直升的箱子，船不是其货箱，好的，普通货箱啊，好的，普通货箱也不错了。好了，我们进入黄金三星部件区，好的，更多强力部件，我要这个小星星，好，超级货箱也不错，哇，一星的，我现在需要三星的，哇，还是军用的。军用的不要了啊！军用的不要了。两黄金星泰坦攻击孔位比较靠下是好事，但是轮子孔位也比较靠下是坏事。然后没有辅助孔位，装不了反弹器，所以没用。哎呀，长钉没用，这没用。哎呀，这个箱子好像白开了，除了一些金币有用之外啊，这个白开了。好的，我们看到现在是17段预警妙赛，正在寻找玩家。那我们用这套车身先来狂虐几遍。哎，我有个箱子啊，我开了这个箱子吧。来，普通货箱。哎呀，没用。浪板没用，少孔位。又是金字塔，最近金字塔开的挺多啊，但是没有辅助孔位。哎，电钻没用。好的，这个箱子又废了。有加成。哦，经典，这孔位轮子孔位挺好，反弹器孔位也挺好，攻击力孔位只有一个，三黄金星，我一直都没有用经典啊，什么时候才能让我有个加经典100%的轮子，我就可以用经典了啊。好，我们继续快速战斗，先打起来。这个血量和攻击力，不过我这个血量和攻击力之后，他给我刷出来的这个血量攻击力自然也就高了啊。好吧，我们打打试试吧，来你，我第一站就没打过，
第一点，哎，对，我的积分方面我们有没有达成那个前一万名啊？我们看来积分方面前一万名10169，就差一点点了啊，再打几个连胜，不是几个，再打几十个连胜我觉得就可以了啊，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吧。哎呀，这没有那个反弹气孔位偶尔还是有点不爽的啊，或者是那个推进气孔位，大轮局还是适合推进气孔位的啊，直接冲过去揍。哎呀，这个你看看，人家可是远程啊，但是呢我觉得我比他攻击力强这么多，是不是？不是，我比他血量强那么多，攻击力一样的，我比他血量翻一倍了还能打不过？这还能打不过？哇，好险啊。所以啊，这个抡具不带个推进器的话，这个效率很低啊，这应该是完全没问题了，纯机器人，这是纯的，这应该没问题，是不是？虽然它是激光，但是你看看，这应该是机器人吧，这么个组车。这个看那个人数呢啊，人数方面，哇，还差这么多玩家呢，那我们再等等吧，还差这么多的玩家，我们就再等等。哦，这个也没问题，打得过。好，这个不行吧，这个9500不行，这个不行，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完全可以，这完全可以。哎哎哎，也不是完全，哇哇哇哇哇，继续。哇，这个应该也没问题吧，他也是抡具，也是慢慢悠悠走过来，这肯定机器人无误。好的，哎，这没问题，好的，压倒性的，但是人家有反弹，是不是？好的，压倒性，而且这一套的那个车身什么还没升过级。哇，这个没问题了，这机器人吧，不过有叉车，是不是？哇哇哇，还是有点实力的，期待再出一个比较厉害的。好，这个来完被弹飞，但是他也是锯子，这个没问题，继续打。好，把我弹飞对你有什么好处？你也打不着我呀，这个也可以赢，可以赢。哎，他是反弹器还弹不着我。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个可以了，这个总开，我比他多一万血量，这是肯定可以了。好的，哎，这个名字应该是机器人啊，我有印象。好了，我们先把这个箱子开了吧啊，皇冠已经满了，来，立即打开一个宝石，来一个黄金。哎呀，黄金叉车暂时没用，黄金长钉没用，又是一星啊，我要三星了，三星激光，哎，三星激光，哎，六费的三星激光，哎，六费的三星激光，我看看啊，我这用了一激光才两星，哎，两星为什么3600这么高？三星的呢？三星的你多少？三星的啊，哦，因为它多一费，所以它两星的也是三六，所以我这个可以换上去了，其实是吧？哎，这火箭有点过时了吧？我难道没有更厉害的火箭？我还真没有更厉害的火箭。好，那我们看看这个锦标赛啊，大家人都到齐了吗？还差一点，哎呀呀，总是给我差一点。那行，你们再继续来着，我这开着来。好，可以。其实这个车虽然实力强，但是打起来并没有那个刷的那个金字塔帅。那要不我们用那个金字塔来打这个连胜吧，打这个快速战斗吧。这个金字塔这个打的比较过瘾啊，这个。好，我们用这个来打啊。虽然这个攻击力和血量都有所下降，但是呢它会给我刷出跟我实力匹敌的那种的。比如说这种，是不是走你直接给顶翻。这打的也快啊，我们那个你看慢慢悠悠慢慢悠悠慢慢悠悠的，是不是？那打太慢了，这个打快。哦，走，还可以抵消这个反弹器，没错。好，20胜到手，找你机器人又拿个钻头吓唬人。我们这一套最怕的就是那种什么呢啊，他自己不动，然后他一个反弹器或者有个叉车光撞上之后，他一挑把我们挑开一点距离，然后我们躺在地上不能往前走，然后他又不往前走，然后拿火箭掉掉掉，我们最怕这种了啊。只要不是这种基本上都没问题啊，这个有问题，这没问题。我揍你三下。哇，这个肯定是打不过，这个肯定也打不过，这个肯定打得过。我撞，哎，被挑翻。但是他自己走过来了，哇，这个不行，这也不行，这个可以。我撞这个亚马奈，这个人也是机器人，这个名字我非常的熟，碰到我好多次了。哎呀，这个也不行，这个也不行，这个可以，这又是机器人，是不是？哎，刚才是不是就出现过他？今天这一期是不是出现过他这个名字？感觉好有印象。
哦，又一个怪，我们看人到齐了吗？哦，人到齐了，开打啊！有没有熟人啊？有没有熟人啊？哎，对了，我们这个联赛里边，我们这个联赛里面有熟人。大家看到这个下面有一个快粉，这个估计肯定是我们的观众。好，这锦标赛里面没有熟人是吧？没有熟人。好的，那就开始了。各位请多关照，请多关照。哎啊，用错车了。哎呀，赢了居然！莫非这套车也能赢？啊，不太可能，不太可能，不太可能。哦，有希望哎，有希望哎。我们用错车了，我们没用上我们最强车身。我们用错车了，最强车身上车。哎，又出现这个情况了。哎，那又出现这个情况了。装上去了吗？啊，这次装上去了啊，这次两个装上去了。好，刚才我是给它替换掉了啊，放在同一个孔位上去了。好，这是我们最强车身，开打。好的，这就没问题了，霸气啊！这我也能扛两下，28000的血量，他10000攻击力我都扛了两下，9000攻击力我可以扛三下，你信不信？哇，他激光，哇、哦，好险好险！好的，8000攻击力我可以扛三下，你信不信？你信不信？他是激光，但是又赢了，耶！太棒了啊！这没问题，大电锯就是白给的。好，这也没问题，才8000多血量。OK， 二连直升到手。哎，人呢？人呢？哦，这应该是在调试阶段的啊。来，二连直升到手了，8胜，耶，8胜了啊！二连直升到手，完了。哇、哦，还好他激光没发出来，哇，这个好险呐、啊！好，二连直升应该是到手了，我觉得。哇，这个好少啊，这个血量好少、啊，给你一发，再给你一发。再给你一发，居然让我打了3发，好，这完全没问题啊，没问题。哎呀，但是哇，他这个反弹器差点就起到关键作用，这个也没问题吧？我想，没问题。二连直升到手了啊，到手，二连直升。OK， 我们又进入下一段位了。好的，又是一个普通货箱，我们现在到18段位了。哇，军用4星，我们又已经看见碳钢的这个影子了，是不是？已经看见碳钢的影子了。好，车贴小彩虹，超级火箭，1星的双管火箭啊，1星双管火箭可能有地方用，是不是？电锯3星是完全没用，哇，这个车身也没用，这个电钻也没用，这个钻石，我最近有钻石加100%的，但是这个钻石孔位好少，长钉没用，巨金孔位好少。反弹器滑头加15%的反弹器，这个可以有啊，以后我们有一个辅助孔位滑头的话可以用，暂时现在用不上。好，攻击力包，3星的攻击力包，哇，太帅了，太帅了。好的，18段位，我们正式来到18段位了啊。坑王驾到，难道是郭德纲？然后正在寻找玩家啊。那我们这个段位我们暂时先不打了啊。今天节目时间也比较长了，我们今天成功的二连直升，用我们的这个超级无敌的这个滑头之身，是不是？我们现在加滑头100%的轮子有2个，然后只要有好一点的滑头，随便都可以实力翻倍啊，非常的理想。那么我们下一期再来打这个18段位锦标赛啊。好，那今天的节目先到这了啊，还是跟大家说一下，最近这个光照条件有问题啊，录视频的条件有问题，哇，这出去不得晒爆皮啊，所以这个视频可能跟之前大家看到的稍微有点不一样，请大家多多包涵啊，请大家多多包涵，等我回去之后就可以恢复正常的更新的频率和这个视频的这个效果了啊。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